昨天傍晚的时候，又抓到了一只小兔子，它头上有一个小白点儿，很有趣。今天早上准备把它放了，出来啊！都不敢出来，可能我在这边吧。出来，小宝贝儿，来，你用手把它，来，让它自己出来吧。小眼神，可怜巴巴的。Thank you.